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短篇完结《意下之蹉跎岁月》续集。其实陆毅和金夏都说不清楚他们的爱情是怎样发生的，但在细水流长的日子里，他们发现了诸多巧合。陆毅对金夏最深的儿时印象，竟然是小姑娘很爱打架，部队大院里拳头就是绝对实力。明明金夏小小的还很瘦弱，但打起人来却一点都不含糊。陆毅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孩童间的玩笑他不屑参与，只是由于父亲对夏家的愧疚，如果遇上纷争，他会在暗处观察，避免小姑娘真出什么事。有天看着金夏凯旋而归，陆毅也准备回家，只是不经意地回身看了一眼，陆毅就决定转身跟上去。因为小姑娘的样子不似往常，好像是在哭，街角的一侧小姑娘抱着腿呜咽着，另一侧陆毅就靠墙站着。小姑娘自顾自地说着什么，带着哭腔的咬字并不清晰。良久，一旁的陆毅听出了原委，今天他揍的人取笑他没爹没娘，是野孩子。他没有去打搅小姑娘发泄情绪，他只是想到了小时候刚刚丧母的自己，外人面前他只是少言寡语，可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暗自哭泣的时候，却总希望自己经历的是一场梦。我有爸爸妈妈，他们只是出差了。小姑娘的哭声断断续续的，这边的陆毅沉默着，他几乎不曾安慰别人，可是这一次他却僵在了原地，怎么也迈不开腿，仿佛在转角那侧哭泣的不是小姑娘，而是8岁的自己。他其实很需要安慰吧。陆毅也不知道自己那天搭错了哪根筋，他蹲在小姑娘面前，轻轻拍了拍小姑娘的肩膀，把纸巾塞进小姑娘臂弯里，就起身离开了。金夏反应过来的时候，陆毅已经走远了，他只记得阳光下那个背影，看样子是个小哥哥，谢谢也被他咽进了肚子。许多年后，金夏和陆毅说起自己儿时回忆的时候，无意中提起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总有小孩欺负他，有次坐在路边哭，遇见了一个给他递纸巾的小哥哥。很多年后，金夏仍记着那个小哥哥穿着黑裤子白色半袖衬衣，风把他的衣角吹得飞起来。那天因为少年的意外出现，金夏第一次认为爷爷说的没错，他是有金甲神人护佑的。听着叙述的陆毅勾起一抹微笑，伸手葫芦着媳妇的发顶，一脸计谋得逞的表情。小哭包，也就是你架打赢了还哭，你怎么知道我那天打架了？是你，原来相识远比我们知道的要早得多。在金夏的一再追问下，陆毅讲了一件他上高中时的往事。母亲去世10周年那天并不放假，陆毅翘了一整天的课去祭奠他。他拿着花在墓碑前坐了一整天，说了很多事，无外乎这么多年他还是不能放下，他很想他，想念他的贴心加餐，想念他的睡前故事，想念他的信任理解，想念他的温柔坚定。可晚上到家一进门，陆婷不由分说的就给了他一巴掌。陆毅什么都没说，当时他已经高3了，道理懂了一大堆，偏偏对上父亲这道题无解，自己转身又出了门，心想着等父亲睡着了再回去。他漫无目的的在军区大院里走了一圈又一圈，无意间看到了草丛里掉落的纸飞机，他正打算捡起来扔掉，等走到路灯下才发现纸飞机上有字。好奇心驱使他打开了那页纸，是一封信，寄往天堂。写信的人并没有留名字，字写得很工整，笔者大概率是个女孩。信上密密麻麻是生活的琐事，他学会包饺子了，同学请他吃牛肉面了，自己考试进步了，学校流浪猫让他喂胖了，生活似乎在作者笔下并不是简单空洞，枯燥乏味的，连数学证明题他都能脑补出一句。全等的两个三角形是不是失散多年的双胞胎？读着字里行间流露温情的语句，陆毅心里的雾霾驱散了一大半。世界上的幸福都大致相似，不幸却是各有各的样子，但苦中作乐大抵也是个消解的办法。逝者如斯，谁能免俗？生者总要让平淡无奇的日子变得有趣些。
才对得起这些故去的亲人吧。最后，路易也没舍得扔掉那架极具生活气息的纸飞机，他把它展平压在抽屉底层好多年。今夏看着熟悉的字体，不知道该说什么。天知道路易怎么会有这封信。初中时的他喜欢给父母写信，但他不想让原母和爷爷难过，所以信件都被他折成纸飞机从窗户扔了出去。他从不署名，生怕别人发现他的小秘密。他一直自诩从未有人知道这件事，可似乎还是有人撞破了他的罪行，甚至还留下了证据。我那时候字真难看。嗯，哪有，我媳妇的字谁敢说难看。路易其实是有些惊讶的，缘分有时候真的妙不可言。他从背后环住看信的金夏，把头搁在量身定做的肩哦，吹着他额前的碎发，在金夏嘴角落下一个吻，心底温柔的像一团棉花。原来我们早就在彼此生命里留下痕迹。金夏一直以为除了见义勇为那次，在自己的高中阶段他和路易一次偶遇都没有，实则不然，只是金夏不知道罢了。路易大一回学校看老师的当天，就看见了像只壁虎一样趴在光荣榜上的金夏。小姑娘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她在不远不近的地方默默观察着。啊，找到了，她是第一个。路易看着停在从左往右数第六面光荣榜前的姑娘，掏出小本本记着什么，那样子虔诚中透露着喜悦。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投下斑驳的影子，小姑娘任由阳光打在身上，微风吹起发丝，认真地记录着。路易嘴角上扬，没有打扰小姑娘，快步走进了教学楼。等到她再出来的时候，小姑娘已然没了踪影，缓步走到小姑娘刚才站定的地方，赫然发现那面光荣榜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自己。和光荣榜并排放着的是学年大榜，路易只是知道他的位置，但从不关注，连他自己的成绩都是岑福看完学年大榜后告诉他的。他一向不喜欢和一群人挤来挤去，走到些许陌生的学年大榜前，路易一行一行搜寻着小姑娘的名字，最后才在第一榜的角落发现了袁金夏三个字。逻辑上排名进入第一榜，成绩就已经不算差了，但是从未出过前十的路易还是皱了皱眉头。下午去拜访英语老师的时候，恰好袁金夏也在，小姑娘的样子像霜打过的茄子一样。路易背对着她，金夏老师的训斥一字不漏地传进耳朵。路易从她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金夏还在面对老师的教训，点头如捣蒜。她本想在办公室门口多逗留了一会儿，和小姑娘说两句话，但出了办公室后，金夏根本没注意到路易，就像风一样抓着自己的小姐妹，喊着要去食堂化悲愤为食欲。路易看着小姑娘蹦蹦跳跳离去的背影，无奈地摇摇头。多年来，路易一直想不明白，当初的金夏是怎么和他考到同一座大学的。有次提起，金夏开玩笑说是因为他吃了太上老君的灵丹妙药。其实只有金夏知道，为了追上路易的脚步，他曾付出过多大的努力。还好最后我追上你了。路易是大三暑假知道金夏考取了和他同一所大学的。父亲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路易心底泛上来的是丝丝喜悦，看来他的大学生活也会在临近尾声的时候变得有趣起来呢。金夏本以为虽然在同一所学校，但学校那么大，路易已经大四了，应该碰见的机会很少，但架不住有人居心叵测呀。开学第一天，金夏就偶遇了宿舍楼下的路易，自己的行李就这样长腿上楼了，雷锋留下电话号码就消失不见了。金夏甚至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只有箱子上白纸黑字的便签提醒他，路易的确来过。百团大战当天，帮着站台的路易被女生团团围住，连绵不绝的提问让他心情烦躁到了极点。他在后悔自己为什么答应了社团老师。看见远处纠结着的小姑娘时，路易突然觉得今天似乎也没那么糟糕。路易穿过人群，把射击社团报名表和黑笔递到金夏手里。小姑娘愣了一下，就开始飞快地填写，只是她愈来愈红的耳朵暴露了一切。至于岑福遇见的名场面，路易撑伞送女生的女主角就是金夏。
那天金夏和往常一样，用罐头去喂那只怀孕的花猫。雨淅淅沥沥下起来的时候，他没大在意，他抱着猫站到了教学楼遮雨棚下。猫咪安静地吃着罐头，雷声阵阵，雨越下越大。眼见离门禁的时间越来越近，猫咪的罐头也吃得差不多了。金夏反复思忖，决定带猫跑回宿舍。他一鼓作气冲进雨帘没几秒，身后就有人快步跟上他，头上出现了一把大伞罩住了他和猫，身旁出现了穿黑 T 夹克的陆毅。陆毅学长，你怎么在这儿？我回宿舍。你没带伞？我带了，就是这猫它怀孕了，有些沉，得两手护着。你还挺有爱心。学长你说什么？我说这猫淋了雨怪让人心疼的。金夏腹诽，喝自己就不招人心疼吗？一声绵长的喵打破了伞下的沉默，金夏怀里的猫似乎听懂了他们的对话，应和着。小姑娘扑哧一声就笑了，一下一下呼噜着猫的后背。笑什么？学长他在和你道谢呢。这还不好笑？陆毅再没说什么，脸上却是少有的笑意。他默默把伞往金夏的方向倾斜，任凭雨丝打湿自己的肩膀。本来十几分钟的路程，好像一眨眼就到了。金夏把猫咪安顿在了宿舍楼下的流浪猫窝里。本来笑意盈盈的他，在瞥见陆毅肩膀湿了的时候，愧疚的神色写在了脸上。学长，今天谢谢你啊，也挺不好意思的，好像你衣服湿了。改日吧，我请你吃饭。好。金夏上楼梯的路上一直都在想，难道陆毅的台词不应该是如此小事何足挂齿吗？怎么就好了呢？回到宿舍的他收到了陆毅的短信，我这周都有空，可是我这周有点忙，可以换个时间吗？我选好日子第一时间和学长说，可以吗？可以，不过学妹，这人情你可千万想着还啊。金夏想着自己之前是不是粉丝滤镜太重了，陆毅这人明明不怎么样嘛。不对，我又没给过他电话号，他怎么知道的？哦，也是，社团申请表上自己填过的。多年后，陆毅枕在金夏腿上笑着说，那顿饭现在都遥遥无期。正在吃零食的金夏赶紧给他嘴里塞了杏仁，阻止他继续说下去。还要怎么还？我都以身相许了，好吗？陆毅嚼着杏仁，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享受着难得的二人时光。还好最后我计谋得逞了。陆毅这辈子遇见的美好都和金夏有关，去部队服役的时候，他满腔都是替父报仇的心。有次他训练时出手凌厉伤了人，指导员多方打听后联系上了陆婷的生前好友杨成万。杨成万接到电话的后就匆匆赶了过去，先是和指导员道歉，然后提出想和陆毅聊一聊。岑福告诉陆毅有人找的时候，陆毅怎么也没想到是杨成万。杨成万没提自己是来善后的，只说自己想找他聊会儿天。杨成万家里有一个和陆毅同龄的儿子，几句话下来就明白了，陆毅耿耿于怀的还是父亲的牺牲。他并没有劝陆毅放弃报仇，而只是拿出现在已公布的资料一条一条说给陆毅。杨成万想让陆毅明白，报仇可以，但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仅凭一腔热血。严氏的势力不是单枪匹马，一朝一夕就能瓦解的。陆毅明白杨成万的好意，他想要些时间去消化。离开时男孩的眼中冰凌渐消，杨成万拍拍陆毅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以后你要不介意可以叫我杨叔，休假回家就来我家坐坐。不必客气。杨成万走后，陆毅就不可避免地想起了金夏。在金夏的成长过程中，杨叔可以说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他教金夏射击，带金夏玩耍，规范金夏的言行。陆毅从前听父亲提起过这位因腿伤退居二线的老兵，他乐观正直，自信善良。或许正因如此，金夏才会在原本荆棘丛生的路上活成了一道明媚的光。那天陆毅从柜子里翻出了一个装满了胶囊的药瓶，他记得生日那天小姑娘掏出这件神秘礼物的时候，自己心里画着大大的问号，
我应该没病呀。他买药做什么？陆毅，我和你说，你可不能太感动哦，这可不是普通的药，你看梅安神胶囊，私人定制，它疗效极好，而且能反复使用。袁大夫的药连保质期都没有，通过质检了吗？我不会是第一只小白鼠吧？当然通过了，我亲手检测的。我来给你讲讲怎么服用哦。金夏倒出了一粒药，拧开胶囊的塑料壳，里面并不是粉末，而是一张卷起来的小纸条。陆毅慢慢展开那张纸条，看见上面清秀的字迹，明明白白写着一句话，你是年少的欢喜。什么意思？你倒着念。陆毅不是没读出字条上的隐含意思，只不过是想想逗逗他这只小猫。谁知小猫伸出爪子就抢走了字条，又小心翼翼折好放了回去。他盯着那瓶药说了很长一段话，陆毅多年后仍只字不差地记得。陆毅，我其实并不知道我们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我曾有过无数的猜想，关于你会遇见的各种情况。也许你会飞黄腾达，也许你会权势滔天，也许你能得偿所愿，但每种假设都不会绕开某天你会遇到烦心事。以你的性格肯定不会告诉我，而会选择独自承受。而小爷我纵使天纵奇才，也不可能洞察到你的所有情绪变化，抽丝剥茧得出真相。更况且你不想告诉我，肯定有你的考量。所以我送给你这瓶药，这里的每个胶囊里都写了一句话，每一句都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有些是情书，有些是名言，有些是小爷我的语录，有些是谜题，还有些等待你去发掘。这是一瓶新药，专治你的各种不开心。不过你要记住，如果连药都不能治好你的话，你就要及时就医啦。毕竟我小袁大夫专治你的各种疑难杂症，你值得拥有哦。而且我保证会和你一起理性分析问题，并且尊重你的最终的决定。陆毅一直记得那天自己成年后第一次感动到想哭，小姑娘是有多喜欢他才会这样小心翼翼。胶囊有365粒，陆毅曾靠他们撑过很多日子，很多没有金夏的日子。他一直不是什么强大到无坚不摧的人，只是这世界上总有小天使在守护着他罢了。18岁的金夏亲笔写下张字条，不过是想告诉陆毅他一直在。结婚后的金夏有时会和陆毅摇胶囊玩，这个游戏不失为一种夫妻情趣。正如阿甘所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某天他们摇出的字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我注定成为你的软肋，请你记住，我也是你最坚固的盔甲。金夏拿着纸条泪光闪烁，陆毅紧紧地抱住了他，吻去他脸颊的温热。遇见你，我三生何其有幸。陆毅一直很庆幸自己以教官的身份被派去参加特种兵遴选特训。大学毕业后的4年，陆毅和金夏唯一一次见面就大吵了一架，分道扬镳。他撇下小姑娘离开的时候，本以为孩子心性的金夏不过闹几天也就会把他忘了。事与愿违，金夏在他离开后找了他良久，小姑娘问了所有可能知道他行踪的人，去他们一起待过的地方找了一次又一次。因为心神不宁，课也不怎么去上，夜里也总是睡不好，原本不胖的小姑娘短时间里瘦了一大圈，好像风一吹就会跑。有次陆毅休假碰上大洋，提起金夏，他没少挨这个昔日同窗的埋怨。所以在基地办公室窗前看见那个小小的身影时，他思虑许久，还是跟在岑福身后下了楼。霞光四现，恍惚间陆毅以为小姑娘会和从前一样张开怀抱扑向他，当时即使被撞得趔趄，他心里满帐的是欢心。可小姑娘逆光走来，不像从前一般爱玩闹，只和岑福打了招呼就直接无视了他。也是仰不向欠，自然也未曾熟识。陆毅自己也是参加过遴选特训的，所以对于训练强度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只是他带兵多多少少有些生疏。到任后不久，他和其他教官一起制定了训练规划，几周后发现效果不甚理想，陆毅就提出针对男女兵特点相应加大训练强度。
这个调整让大家怨声载道，碰上陆毅又是个少言寡语。不惯解释的，一来二去受训兵士难免和他心生嫌隙，陆阎王这个名字也就广为流传。但没过多久，大家也就不提了。一开始他以为是大家逐渐淡忘了，后来才发现帮他做工作的是金夏。小姑娘很是了解他，又明白他用心良苦，每天休息的时候都会乐颠乐颠说自己又变厉害了，大家的注意力也就被吸引到自己逐渐增长的个人能力上，再没人去说陆毅的闲话。日复一日，大家的训练也步入正轨。他本以为小姑娘会来讨个奖赏什么的，可惜并没有，甚至除了打照面，小姑娘都不主动和他打招呼。自己伤他太深吧。训练场陆毅和人动手那日，金夏也在场。20多岁的男兵招招凌厉，下手不知轻重，纵使陆毅精于近身格斗术，竟也没能占了上风。虽然最后勉勉强强打赢了，金夏还是发现陆毅脸色不大好，岑福的一脸担心更是坐实了金夏的猜想，陆毅身上很可能有旧伤尚未痊愈，格斗过程中难免撕扯到了伤口。看着陆毅走回办公楼还在活动肘关节，金夏预测陆毅的旧伤应该是在胳膊上。晚上收操后，金夏找到岑福，把林林给自己带的药交给他。金夏，你这是？陆教官，他胳膊有旧伤吧？这药是我姨给我的，活血化瘀很管用，麻烦岑教官转交给他吧，还请您别告诉他是我给的。那我怎么说？您找个理由别提我就行。谢谢岑教官了。金夏说完话就兔子一样一溜烟跑掉了。晚上给陆毅送药的时候，岑福也没提起，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陆毅也是后来偶然发现的，送来的药盒上蹭着一种浅绿色的膏状物，闻起来有草木清香。有天晚上拉歌，陆毅经过金夏身后的时候，闻到了这种熟悉的草木香，他注意到金夏身上被蚊虫叮咬处都涂着药膏，这才明白那药原来是他给的。篝火映照在小姑娘清亮的眸子里，一簇一簇地跃动着，陆毅能感受到自己胸腔里的温热也在随之跳动。不知不觉他望着金夏入了神，小姑娘可真是擅长蛊惑人心啊。婚后的金夏没少吐槽陆毅的心口不一，有次陆毅想起了什么，回嘴诘问，也不知道当年是谁让岑福给我送药，表面上还装得对我漠不关心。我当年，你这是狗咬吕洞宾。哇，面子这种东西媳妇面前最为无用，其实有些事情你不说我也知道，特种兵出任务会提前准备好遗书，这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如果任务成功，遗书会返还到他们手里，如果任务失败，遗书会出现在亲人手里。所以陆毅和金夏离开突击队的时候都有厚厚一沓遗书，不同的是从军后陆毅在世上的牵挂只剩金夏一个，所以那沓信无一例外都写给金夏。结婚前陆毅只留了一封，剩下的付之一炬。金夏曾问过陆毅为什么就只留下了最后那次任务的遗书，陆毅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答，金夏也没有强求。有次大杨家熊孩子来自己家玩，不慎把书架上的相框推到了地下，相片后的信封也就掉了出来。本以为捉到陆毅藏私房钱的金夏，兴高采烈地打开了信封，只有一页纸，再无其他。金夏，见字如面，可能收到这封遗书的时候，我已经去找你爷爷汇报工作了。离开你的这些年，你错过了我给你写的很多封信，可惜他们似乎都是以遗书的形式存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我没敢给你写信，打着给夏司令汇报工作的由头，提了两句，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和你提起我，也许这样你就会慢慢把我忘了。后来我们电南重逢，你追问我的问题，说我当时不能告诉你。在翻阅严氏集团的案件卷宗时，我就知道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怕你得知真相后就不能做自己了，所以就没和你解释。我知道你是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姑娘，但我不想把你拉进这个深渊，纵使我这次不幸成为殉道者，
也请你相信组织能顺利解决他们，万不可逞一时之勇。本以为电难耐次，我不死也得蜕层皮，但是你的出现让我们的计划发生变动。不知为何，调整后的抓捕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我们收获颇丰，甚至还把杂兰叶发展成了线人。不知是不是你带给我的幸运，我当时想着应该是吧，可惜是最后一次了。后来在边境待的那两年，我见惯了周围人的生生死死，无数次转过身就红了眼眶。我很庆幸你在安全的环境中，这样我放心不少。从前我不知道我们的父辈究竟是在怎样严酷的条件下奋战了那么多年，亦不知是什么支撑他们一直坚持下去。后来我知道了，大概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想要保护的人。你大概没想到，吵架时你说的话陪我度过了在边境的600多个日日夜夜。那两年虽不能说日日枕戈待旦，但总是要留着三分的警惕。我不辞而别，我没相信你，种种罪行桩桩件件我都认，只要你还肯原谅我。你说我优秀骄傲，自己胆小怯懦，其实不是的。我眼中的你仿佛是颗斑斓璀璨的星星，落在我这片杂草丛生乐无生气的荒原上，是你点亮了我的世界。不过现在这些也不重要了，只希望往后的日子你要坚信自己值得最好的。教练场上的重逢对于我来说惊吓大于惊喜，我没想到你最终还是走了我的老路。但实不相瞒，那20周虽然身体累，但每天我都睡得很踏实。虽然你并不愿意理我，但我知道你没能忘了我，这就足够了。我们能冰释前嫌是我意料之外的。那天你遭受重创，身心俱疲，我本可不插手的，但看见你又要独自扛起一切，我心疼了。明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刀尖舔血九死一生的，但从你落泪的那一刻起，我慌了。我陆毅平生鲜少有问题当前丧失冷静的时候，但你总能让我破例。后来的我们有幸成了战友，每次一起出任务我都特别心安。我一直记得欠你一声对不起，你总岔开话题回避这个，让我没能道歉。有次我都站在阎王面前了，他却硬生生告诉我，我这里不收心怀悔意的人。大抵是他也觉得我这声对不起应该当面说。和你一起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我，已经不奢求这辈子还能以伴侣的身份站在你身边了，只要你幸福地活着，与我已是大幸。这声对不起我就先欠下了，这样如果我们来世有幸相见，也算是有个暗号。我希望我的小姑娘看到这里就哭得差不多了，擦擦眼泪没什么的，毕竟我们下辈子还会见的。你要是把眼睛哭成桃子，我可认不出你。有件事我得和你说，虽然为时尚早，但你毕竟是个姑娘，终有一天要嫁人，等那时候要多让杨叔给你把把关，别犟，他总不会害你的。至于我，你就当是个故事，别总想着，我又不会和你计较。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我的今夏你要幸福。战友陆毅绝笔。那天回家后的陆毅被吓了一跳，自己就去办公室送个材料，走了半下午，今夏就把眼睛哭肿了。按理说也就大洋的臭小子和上官西来过，媳妇受欺负了，怎么哭成这样？还没来得及问清楚，陆毅就被小哭包粘上了。新买的衬衣生生被小姑娘攥出褶皱，她问今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小姑娘只是摇头一声不吭，只把自己埋在她胸前。陆毅不停地安抚着怀里的人，试图让她说点什么，努力平稳呼吸后，今夏也没给出解释，只说自己突然伤感了，就是想抱抱她。其实你不欠我什么，我一直都明白。陆毅在结婚后才见识了今夏醉酒的样子，大学时期的今夏从未喝醉过，理由很简单，他觉得最后的清醒会让人更加难受。从电南回到家里后，今夏把自己锁在房间整整一天，谁叫门也不开，只说自己累了想睡觉，闭上眼睛躺在床上，脑海里总会蹦出一些回忆。他和陆毅从相识相知到分道扬镳的一幕幕在脑海里像电影一样循环播放着，
明明最后一丝可能是两人亲手掐断的，自己也是一直喊着感情就要当断则断，长痛不如短痛。可是已至此，今夏却总觉得心口像是被挖走了什么。后来大洋休假，他拉着大洋去喝酒，然后发生什么他就不记得了。等到第二天醒来，自己已经在自家卧室躺着了。后来他没提，大洋也再没说过这事情。今夏带出的第一批新兵结业庆祝会上，今夏鲜少地喝了酒。那天新兵考核结束后，基地在食堂布置了庆祝会，陆毅等连级以上的干部为了让庆祝会气氛轻松些，就没和结业新兵坐在一起，所以他们被安置到了单间。例行的领导讲话过后，时间就留给了马上要离开的新兵们。没有了平时的拘谨，教官和受训新兵像朋友一样坐在一起，相互分享着三个月来的见闻。有胆大的新兵还邀请教官参与他们的玩闹游戏。当天食堂准备了自酿的米酒和花生糊，本打算喝饮料的今夏看见花生糊后好生纠结，心下一横，他把手伸向了米酒。谁让自己花生过敏呢？米酒度数能有多高？显然他对自酿米酒后劲大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是今夏调任后带的第一届新兵，倾注了他的很多心血，考核时他们的射击成绩都非常出色，这让今夏十分自豪。三个月的朝夕相处，今夏善于发现问题，并从新兵角度思考解决方案，这让新兵们都很欣赏他。射击训练场上的飒爽英姿，百步穿杨，任谁看了不会动心。虽然众所周知，原教官名花有主，但酒过三巡，难免还是有男兵壮着胆子来表达倾慕。袁教官，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也想找你这样的女朋友，多好啊。会的，肯定会有的，你们以后路还长呢，一定会遇见合适的。陆毅在单间的座位刚好能看见今夏这边的盛况，一旁的政委也看热闹不嫌事大。老陆，你看看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陆毅自然对今夏很有信心，但这也不能阻挡他周身散发着醋味。新兵连长起身敬酒，打断了他的思绪。等到再回神，今夏已然没了踪影。陆毅寻了个借口出来找今夏，以为小姑娘和新兵去玩游戏了，但走了一圈也没在食堂看见她的踪影。这么多人，总不会丢了，他也没太在意。等到大家都纷纷离席，今夏还没有回来，手机也不接，这下陆毅有点着急了。刚迈出食堂，他就一眼看见了楼梯脚上蹲着的小姑娘。他面前的流浪猫正对着鱼头大快朵颐，一看就是今夏悄悄拿出来喂的。袁教官，你还不走？嗯，你先走吧，我等人。今夏连头都没回，只是认真地看着猫，连陆毅的声音都没听出来。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笼罩着一大一小两个团子。陆毅看不清今夏的表情，他慢慢走近，生怕破坏了这温馨的一幕。袁教官在等谁啊？陆毅。平时在军区，今夏和陆毅是工作中的上下级，他极其讨厌搞特殊，所以除了在家里，今夏从不在外面直呼陆毅的名字，平时也不和陆毅一同上下班。可今天的小姑娘似乎有点反常，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袁教官为什么不自己回去啊？因为我忘记路了。回答完这个问题的今夏终于注意到了走近的男人，在认清来人后，小姑娘站起来背着手笑得眯起了眼睛。陆毅被突如其来的灿烂笑容弄得一怔，想好的说辞全咽进了肚子。今夏脸颊绯红，显然是喝醉了。猫咪吃饱后就溜走了，临走前还不忘蹭蹭今夏的腿表示感谢。少有的，陆毅当着外人牵起小姑娘的手没有被挣开，今夏安安静静地任由他领着自己走，一路无言。回到家，小姑娘还是乖巧地任他摆布，洗手洗脸刷牙换衣服，除了每次感受到身旁人的目光回以微笑外，什么也不说。仔细想来，今夏的酒品算是相当不错，不闹不喊不发酒疯，就是有点引人犯罪。今夏，你知道我是谁吗？陆毅，我老公。陆毅对这个答案很是满意，这样一个软糯可欺的团子真的太勾人了。
陆毅不由地伸出双手捏住了媳妇的脸，光滑还有弹性，可是随即自己的脸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捏住了，而且显然醉酒的金夏并不能控制自己的手劲儿，陆毅的脸被捏出了白印才被堪堪放开。放弃动手的陆毅决定从言语方面找寻突破口。金夏啊，你对我什么感觉啊？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带着酒香的吻。金夏难得的主动让陆毅笑出了双括弧。醉酒后的媳妇好像比平时更甜了。陆毅，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袁金夏从来没怨过你，虽然你离开没告诉我，吵完架也不安慰我，我受伤你还凶我，但我懂你啊，你就是个心口不一的骗子，你明明就没放下过我。酒吧门口我都把话说绝了，你居然还在后面跟着我，直到民宿遴选训练我和人家格斗，输就输了，你凭什么后来变着法儿找人家麻烦，突击队出任务，排雷我是打头阵的，你在后面喊个加油声音都颤，后来我有次我休假你做牛肉面给我吃，你是把整头牛都放我碗里了吗？第一眼我都没看见有面，结婚申请批下来，你个大老爷们儿，好端端哭啥？军婚我还能离咋着？小爷我都说了，天塌下来我也蹦高了给你顶着，你有啥好哭的？人家都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什么人上人，我求做什么人上人，我只要你。小姑娘说完就倒在床上睡着了。陆毅坐在床沿，耳畔回荡着金夏那句我只要你久久不能入睡，可能是因为酒精作祟，晚上觉睡一半金夏就醒了，几小时前发生的事情他多少有点印象，可算是把自己这么多年的脸都丢尽了。他没开灯，尝试在陆毅怀里翻了个身，看着近在咫尺的睡颜，金夏想伸手摸摸陆毅脸上的细小绒毛，你看够没，我吵醒你了。陆毅没说话，只是把小酒鬼圈得更紧了些。金夏顽劣地朝陆毅脸上吹气，眼前人喉头一紧，凑近他耳畔说了一句话。小姑娘再没动作，安安稳稳在怀抱中沉沉睡去。或许只有床知道陆毅说了些什么。婚后第二年，金夏调回军区，才有机会给陆毅过生日。生日前几天，金夏约上关西吃饭，想和过来人取取经。他回想自己上次给陆毅送生日礼物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所谓熟能生巧不无道理，如今自己的脑细胞被杀死了一波又一波，也没想好这婚后的生日礼物送什么好。一顿饭吃下来，上官希主意没少出，但没一个金夏选中的。上官希看着平时是甜如命的他，菠萝咕老肉一筷子没动，倒是主动吃了整整一碟醋溜白菜，陷入了沉思，什么能让平时吃点酸的就大呼小叫的人改口味呢？医生的敏感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金夏，你体检报告是不是要出来了？啊，我明天上午过你们医院去取。那你顺便来找我吧，我有东西给你，今天忘带了。第二天，上官希一边拿过金夏的体检报告，一边递给他验孕棒，一脸玩味地看着金夏。上次住院他就发现小姑娘心大，几年过去了，对待自己的身体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上心。金夏，你别看着我，我是个过来人也是个大夫，这是我的合理推测，别觉得不可思议，要是中了正好去做个检查，一举多得，你这趟医院也算没白来，看病还带一箭双雕的好姐姐，万一呢，有备无患。验孕棒上的两道杠让上官希笑弯了腰，他顺手帮小姑娘预约了检查。我看你这下不用想送啥礼物了，这个礼物绝对能让陆毅高兴疯了。希姐，你就别取笑我了。妇科检查坐实了上官希的猜想，金夏看着大夫给他的写的注意事项，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要告别一些美味食物长达8个月，早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就多吃一些了。上官希面前叹着气的小包子愁眉苦脸的，这让他很不解。金夏，你不喜欢小孩子吗？啊，没，就是生孩子好麻烦啊，你看刚刚你同事说的，既辛辣我的麻辣小龙虾呀，既生冷我的鲜腌大闸蟹呀，小祖宗又不是以后不能吃了，你就暂且忍一忍，
对了，我记得没错的话，你是不是还算过敏体质啊？花生过敏。保险起见，芒果、菠萝、猕猴桃。你也戒了吧？希姐，你让不让我活了？你都怀孕俩月了，现在才知道。之前没忌口我就不说了，你现在不注意可不行。前三个月是很重要的。陆毅觉得今夏最近几天整个人都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他特意去打听了今夏正在带的这届兵，据说没有惹事的，和他也处得很好，不是工作方面就是家庭方面。按理说自己这几天也没惹媳妇啊，除了前几天没让他吃冰激凌外，好像也没啥要求没满足，那就一定是冰激凌的事情了。下班后，陆毅拿着冰激凌蛋糕切角回家，本以为小姑娘会高兴的合不拢嘴，可是今夏却百般推脱，只说先放冰箱，她这两天没胃口。不应该啊，媳妇一直很喜欢吃甜食的，怎么看见蛋糕后第一反应是跑开呢？女人心海底针啊。洗手间里的今夏已经是第三次漱口了，闻到蛋糕甜味后，自己第一反应居然是反胃。他觉得肚子里的祖宗一定像陆毅了，不喜欢蛋糕也就算了，还要因为这事情闹腾。小祖宗，你妈妈是个拿甜点当饭吃的，你这样不是在为难我吗？生日这天，陆毅起床时今夏还在睡，媳妇这几天都睡得特别香甜，连自己偷偷亲她都不知道。陆毅做完早饭后就去单位了，有领导来军区视察，他最好早些到场。今夏看着电饭煲下压着的字条，上写着锅里的粥要趁热喝，我今天有事，中午就不陪你吃饭了。看来陆团今天会很忙，生日惊喜只能留到晚上了。今夏上午在射击训练场远远瞧见陆毅的时候，他的胳膊上还挂着一个笑得肆意的女兵，陆毅多次想把手抽出来，可惜没能如愿。前来视察的将军是陆廷好友，眼见陆毅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是校尉一级的干部，就很想把女儿介绍给他，甚至为了给女儿创造机会，上将让陆毅带他参观基地，军令如山，陆毅不得不从。但走出会议室，他就和女孩表明了自己的已婚身份，可惜女孩并不死心，所以才有了今夏在教练场看见的一幕。这届新兵先有知道袁今夏和陆毅关系的，上午难得看见陆团身边跟着女孩子，不少人以为女孩就是陆毅妻子，大家对夫妇俩的恩爱交口称赞。今夏没说什么，在指导完射击训练后就请假去医院了，这是她第一次产检，本打算早晨告诉陆毅，让他和自己一起来的，看样子没必要了，毕竟是有事要忙的人，哪还记得他呀。恍惚的今夏一进医院，就迎面撞上了刚结束一整夜手术的上官希。眼见今夏的脸色很差，陆毅也没跟来，上官希不放心，想陪他去做检查。希姐，我没事，就是没睡好。陆毅今天有点忙，我就一个人来了。不就是产检吗？又不会有啥危险，即使遇上坏人，也是他们更危险才对。咋说小爷我也是特种兵出身。希姐你去忙你的吧，都熬了一夜了。我不忙，你真的不用我陪你？不用不用，希姐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上官希打车去军区找大杨吃午饭，杨成万的常用药快没了，他一遍给送去。军区食堂说大不大，上官希一进门就看见了坐在陆毅对面的女孩，笑得一脸灿烂。瞥见女孩身侧的高阶军官，他强压着怒火没上前去把陆毅拉走。大杨自结婚后还没看见过上官希这么生气过，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也没看出所以然来。希儿，你怎么了？你知道今夏怀孕了吗？不，不知道啊。她这么大事都没和家里说呢。她怀孕俩月了，前天才查出来的，今天自己一个人去做产检。你说第一次做产检，有几个准妈妈是一个人去的，哪个不是准爸爸请假也要陪着去的？陆毅要真像今夏说的忙也就算了，你看看他还和别的女孩安之若素的吃饭。哦，那是沈博的女儿，沈博是另一个军区的副司令，他估计也是无奈吧。无奈？我看那司令的意图恐怕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吧。
他陆毅看不出来。不行，我要去找他说道说道。陆毅看见上官希急匆匆走过来的时候，就打算起身问问发生了什么。可没等他说话，对面的女孩就先开了口。你谁啊？找我一哥哥有事吗？沈小姐慎言，这是我嫂子，找我肯定有急事。那我和你一起去。胡闹！爸！一旁的沈将军上午经政委提示，才知道陆毅的妻子是原首长夏司令的孙女，自己远调后也难免不知道陆毅早已婚配的消息。就是自己的女儿看样子一直惦记着陆毅。沈将军没想到因自己的一时不察闹出这么大的乌龙，很是不好意思。陆毅，你别怪我说话不客气，今天半上午我在医院看见金夏脸色不好的时候，就想给你打电话了。医院？她怎么了？她怀孕了这件事你还不知道吗？今天都第一次产检了，你让她一个人去的。她说你忙，说自己能行，强颜欢笑不让我跟着。你倒好，心儿。大洋打断了上官希的话，和沈将军示意后就把他拉走了。上官希的话似平地惊雷，在陆毅耳侧炸开。小姑娘这几天不碰甜点，饮食清淡，半夜辗转反侧，频繁去洗手间，刚刚路过射击场，大家说今夏请假，她以为是杨司令那边有什么事情，没来得及问。没想到是陆毅和沈将军说明家里状况后，就把下午的行程都推了，自己匆忙开车去医院找金夏。一路上他都在气自己明明察觉了金夏的异样，却没问清楚。金夏除了应付大夫问孩子爸爸为什么没来的时候自己鼻头一酸差点没忍住哭出来外，产检的全过程都很顺利。下午还有半天假，他不想回家。一口气吃完两碗乌冬面的金夏觉得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他告诫自己不生气，毕竟自己还有宝宝。饭后消食的他在商场里兜兜转转，却两手空空。逛到羊毛毡制作的小店时，他盯着店员手里做的猫咪，很是可爱。银针握在店员手里，再衬布上戳来戳去，栩栩如生的猫咪一点点被拼凑起来。他兴致盎然地选了一个猫咪的半成品开始制作。金夏努力想转移注意力，可脑子里还是女孩的笑脸，还有陆毅的无所作为。明明计划的是今天早餐时告诉陆毅自己怀孕，然后和他一起来做产检，回家过生日，可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谁能想到陆毅起个大早就走了，和自己说都不说一声，自己一个人来医院产检。被问孩子爸爸呢，哼，忙着呢，不知道忙什么正经事呢。金夏握着银针飞快地戳着面前的毛毡，真是要气死了。他的手机放在包里，做产检的时候开了静音，忘记关了。陆毅在医院找了一圈没找到自己媳妇，打手机还没人接听，自己就像个没头的苍蝇到处乱转，媳妇能去哪呢？妇产科大夫在他的描述下好不容易想起了金夏，数落他让妻子一个人来产检，孤零零的。那个女孩一句话都没说你不好，现在这么好的姑娘哪找去，你可得珍惜啊。您知道她去哪了吗？她手机没人接，那还不是怨你。孕妇本来就情绪波动大，你要多照顾关心她。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说要去吃饭。谢谢您大夫。袁妈打电话和陆毅说金夏没按时回家里取炖好的牛肉，说好今天他过生日要吃的，不知道为啥打电话没人接。陆毅不想让老人跟着担心，只说自己和金夏出门了，晚点去取。这边金夏发泄的差不多了，看着自己手里的猫猫虽然戳得胖了点，但看起来很治愈，以后要把它送给肚子里的小坏蛋，细数他爸爸有多坏。怎么说今天毕竟是陆毅生日，尽管生气，蛋糕还是要买的。掏钱时金夏才拿出了手机，上面一个未接来自袁妈，剩下52个未接全部来自陆毅。刚准备回电话过去，他的手机就没电了，不得已金夏只能和蛋糕店店员借了手机回电话。陆毅一向不接不认识号码的电话，今天也不例外。
今夏没法，只能发短信过去。陆阎王，你是不打算要老婆了吗？短信发出没几分钟，电话就打了过来。只是刚巧今夏闻到甜品味不舒服，去洗手间了，所以接电话的是店员。陆毅被电话另一边的男生弄得心情更加不好了，只是想到今夏，语气还是软了下来。你好，您找谁？你好，请问我爱人是在您身边吗？哦，您稍等，刚刚那位小姐去洗手间了，一会儿回来我让她联系您可以吗？谢谢，请问贵店地址在？购物广场三层。多谢。乌云黑压压地迫近地面，零星的雨点落在挡风玻璃上。陆毅的车在雨幕中飞驰，今夏给陆毅发短信说自己在一层咖啡厅等他，就拿着蛋糕离开了柜台。窗外雷声阵阵，今夏端着温热的牛奶，看着橱窗玻璃上的雨珠成型落下，滚进自己心里。说实话，他不知道自己在气啥，明明知道陆毅对自己的心意，但不知为什么，今天总是没来由的不自信。早晨军区里，大家的话仍在耳畔嗡嗡作响，他们好般配，多恩爱的夫妻，陆团还害羞了，故事的主角仿佛和他一点关系没有。情绪像潮水，一浪接着一浪，拍打着堤岸，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大夫说，孕妇敏感多疑，情绪不平和，可以适当深呼吸。可今夏越是大口呼吸，越觉得委屈，不知不觉泪水一颗连着一颗，顺腮滑下，打在白色裙摆上，晕染开来。陆毅推门进来时，一眼就望见了角落里的小姑娘，她在无声的哭泣，像个心碎一地的瓷娃娃，茫然地低着头。他快步走过去，站在今夏面前，硬生生地顿住了。入目是熟悉的皮鞋和裤子，今夏却不想抬头，许是自己哭得太狼狈了。今夏，我能坐你旁边吗？陆毅的心被揪得生疼，嗓音阴哑，语气更是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小姑娘在哭，原因在自己。今夏往沙发里侧挪了挪，示意陆毅坐下，没有开口说话。陆毅坐下来，把今夏拉进自己的臂弯里。小姑娘体温有点高，像个火炉一样温暖着自己。对不起，我没事，你不用道歉，我都知道了，你怀孕了，上官熙告诉我的，知道了你还和其他女孩在一块儿，知道了你们还满训练场溜达，知道了你还，我看你就是想换老婆了。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的今夏，抬头红着眼眶看向陆毅，陆毅只是轻拂去他脸颊的眼泪，缓缓开口，今夏，是我错了，咱不哭了好不好？我心疼。他搂紧了怀里有点颤抖小人儿，轻拍着他的脊背，明明都是要当妈的人了，身上却一点没见胖。陆毅想着以后要好好监督他吃饭，自己不能再这么大意了。路上大洋发语音提醒他，别看今夏平时大大咧咧的，其实好多事都埋在心里，喜欢一个人硬抗，莫怪上关系多事，毕竟大家都是为了今夏和他好。陆毅又何尝不知道，今天的状况就算是上官熙当众骂他都情有可原。怀里的小人听见陆毅道歉时，心已经软了一大半，他的陆毅哪和别人服过软啊，只不过在他面前从来都让着他。我没事，陆毅，小爷我从前不这样的，今天就是事情太多了，天气又不好，我才哭的。怀孕这事情吧，本来打算早晨告诉你的，当做生日礼物，可不说了，我给你买了蛋糕，椰汁做的，不甜，你打开尝尝。我几天前才查到这家蛋糕店，都说他们家蛋糕一点都不腻，一直想拉你来的。小姑娘擦干眼泪准备打开蛋糕，她没让，生日还是要在家里过。小姑娘说出口，她才反应过来，为什么这几天今夏老问她忙不忙，原来是一直惦念着给自己过生日。她吻着今夏的额角，不知道该为他的懂事感到欣慰还是心疼。他的小姑娘从来都不愿意说自己不好，一直都是。我们回家吧。好。下车前，陆毅不顾今夏的不情愿，威逼利诱他穿上他拿来的厚外套，从车上到单元门口。今夏打着雨伞被陆毅搂在怀里，双脚离地抱回了家。
他自己是一点潮气都没染上，反倒是陆毅的衣服湿了大半。等他洗完澡出来，今夏已经煮好了阳春面，客厅里氤氲着独属于家的味道。陆毅，刚刚可有个女的给你打电话，我告诉她你去洗澡了。她不信，自己说她父亲是什么沈将军，她是你两小无猜的妹妹。问我是谁，小爷我才懒得回答她。我说如果没什么事情，就不要影响我给你和孩子做饭，她就挂了。所以你要不要给你的青梅竹马去个电话，安慰安慰人家受伤的心灵？陆夫人都亲自出马了，我就不画蛇添足了。而且你知道，无关的人我一向不关心，还请陆夫人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今日惹了烂桃花。哼，看你诚恳的面子上，勉勉强强原谅你了。不愧是我陆毅的女人，就是大度。谁是你的？你明明才是小爷我掳回来的。哎，陆毅你别弄我，面一会儿坨了，那可是长寿面。雷雨都被关在了窗外，屋里一世温馨。婚后第一年陆毅过生日，今夏的生日祝福都是别人代劳的，赶巧今夏在外地执行突击队的秘密任务，结果为救小孩不慎烧伤。进手术室包扎前，今夏看见时间，才猛然想起陆毅的生日马上就要过完了，千叮咛万嘱咐让岑福替他送上生日祝福。岑福无奈只能从命。陆队，我岑福。今天出任务前，今夏说让我给您送个生日祝福，他们在回来路上就睡着了，所以我就替他代劳了。祝您生日快乐。我媳妇亲口说和你说能一样吗？和兄弟这么多年也没见你给我过生日。不对，不会是今夏受伤了吧？哪能呢。那就好。今夏从手术室抱着胳膊出来时，只顾着和眼前战友一个劲儿抱怨，没看见岑福还在和陆毅通电话。我和你说，疼死小爷了，今天包扎的小姐姐一点都不温柔，没上麻药就算了，还下手特狠，真以为我铁打的。岑福还没来得及捂上话筒，就听见了话筒另一侧陆毅在咆哮。岑福，你敢骗我？不是，陆爷，是今夏不让说，我没，你别解释了，下次见面找你算账。对了，你别告诉今夏我知道啊，敢说漏了，罪加一等。岑福握着已是忙音的电话，觉得这年头做人真的好难。